请在一处。
草的山头中，柳荫花雨间，出现一座明亮的村庄。李玉侍琴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突然就出现了转机。中两国的合作跨越意识形态的阻碍，最后获得了合作和友谊，两国也成功相互发展。安华说，从那个时候起，马中关系就不断深化而成熟。随着在2013年建立全面的策略伙伴关系，马中关系也达到了里程碑，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，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关系。明年呢是。来到马来西亚，迎接东盟的组合。那来到马来西亚，如今呢，东盟是全球第五大。